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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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整个造型其实做得很好了，其实真的做得很好，化妆师也是有帮我打扮得美美这样。不舒服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戴过假头套啊，然后化妆，特别是化妆，因为化了妆之后就觉得脸上很不舒服，然后也不习惯了。对，还有呢，因为这边你们看得到很多人行走嘛，很多的路人、旁观者这些，所以弄到我现在很紧张。不过我相信文友大哥是一个非常老练、经验又怎么老？非常的有经验的一位大哥级的男演员，所以再说多一点。那么今天这场戏呢，我们是拍995啦，其实跟这个主要的主题是有点不是很吻合的，因为他戏里面是演一个男扮女装、心理有点问题的人。我是救护人员，那么今天呢是我有史以来30年拍戏那么久演的第一场从来没演过的戏，就是红心恋啊，我竟然要跟他放电，对啊，你要跟他表白，要握他的手啊。其实呢，我们是用心良苦了，希望这个年轻人就是走回正路。对，那是一场其实在这个整个995里面呢，是属于蛮有一点就是喜剧感、有喜感的一场戏。哇，哎呦，快去追啊！我去追，我追到他，我跟他离婚，我马上回来找你，你等我啊！哎，一定要等我啊！那我希望这场戏出来呢，观众除了会会心的微笑之外呢，也演出了这些社会其实有很多人是需要我们帮忙的。